跟你说啊，我得出趟门，你们要是真拿孩子不知怎么办好，那我带他走一趟，让他回去看看老家，看看他奶奶住过的房子。给我讲讲奶奶的故事吧。我一定回老家来给他上坟。我在北京这些年，那只鸟我一直带着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带他回老家给你看看。我必须完成对奶奶的承诺，要不就完了。那孩子不知怎么办好，那我带他走一趟，让他回去看看老家，看看他奶奶住过的房子。给我讲讲奶奶的故事吧。我一定回老家来给他上坟。我在北京这些年，那只鸟我一直带着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带他回老家给你看看。我必须完成对奶奶的承诺，要跟你说啊，我得出趟门，你们要是真拿